对，因为这个锅咱们都那种啊，要是说阿拉斯加锅小条儿啊，一点没有问题。就是咱回去还是好家，一点没问题。还有你不知道他们绥化或者姚浙锅，你看我为什么我给你把大的一道挑去，你在这眼里有所打算，你打开这个也行，这个也行，绥化他不要这个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他要做大小，基本上那个大小啊不能超过那个大小，越小它的喝菜成本。我知道你是那个，